非常非常期待去用到这个入门，所以拿到真机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。然后自己用了，然后也要赶快拿来给你试用。这个呢，这个是我们的胶，嗯，好，就是用这它有三种嘛，我记得，所以四种，它其实有四种，但是台湾只会先进这个平衡路 ，normal， 对，就是给所有的肤质都适用，都是适用的，对对对对， okay. 好，然后这个胶呢，就特别是针对我们这台 Lumi 设计的一个叫平衡，它一定要多那么多吗？所以就是敷的时候是由上往下，只是把它。只是把它，嘿，对，我现在把你当成我的朋友在做这件事情，好， okay, okay. 好，那你先闻一下那味道，有没有很香、哦？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说不出来，但是那个香味很舒服。我一直觉得它是哈密瓜，结果人家不是哈密瓜，人家是高山玫瑰杜鹃，然后有海藻。然后有可可甜菜碱，所以非常、哦、是完全都是抗衰老的抗衰老的成分，然后再来它是 Age Lab 的一个设计，所以真的可以让你基因变年轻。伊这安尼目较乌啊，即马即个无咯，唔是，就是安尼看。我就是讲，头啊，你马手较乌啊，伊甲你抹遐抹，即马抹抹啊，就加白咯啊。无啦，你咪洗掉啊。我知影，我是讲，即马安尼起来是唔是加白？嘿，挂了一个杯啊，对呀，卤的在，多块杯，嗯，然后呢，好，抹一抹，其实呢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它的晕，对对对，它有没有上粉？就是呢，其实我们的科学家他们在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都知道运动会让人健康嘛，细胞活化，可他就想说，可是我们的人就是脸最少做运动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做研究，说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的脸做运动。就找到了这个很特别的一个频率和强度来帮我们的脸做运动，然后在这个运动的过程里头呢，帮我们的细胞做活化，而且可以让真皮层里头的四种胶原蛋白新生哦，这是临床的结果、哦、然后呢，它在做运动的同时呢，它还可以让你的细胞的排列变得更紧致，所以你等一下会发现，哎，你的有一些皱纹感觉比较平滑了。那这样的一个运动呢，就叫做微脉动反旋科技。那为了要配合这个微脉动反旋科技呢，我们也特别做出了，就是设计的这个叫导头，这个蓝色和浅白色的这个导头呢，它的材质叫做医疗级细胶。那为什么要用医疗级细胶？其实医疗级细胶就是像我们鼻胃管啊、人工血管这种，你要进入身体的黏膜，所以它非常的温和，比较不会刺激，所以这个用在我们的皮肤上面才不会刺激。而且这个导头上面我们还加了银离子，银离子就是最抗菌的，你知道，因为其实要帮我们皮肤做清洁，当然它自己本身要能够抗菌啊。好，那在这个运动的过程里头呢，他们还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要用洗脸的时间来做运动，所以也要净肤啊，所以他就去想去模拟那个生物，像海洋生物里头，你看那个水母了吗？章鱼，他们是这么一吸一开，一吸一开。我们这个导头呢，就有一个技术叫做邦普式抽压。邦普式抽压呢，就可以把你的毛孔里头深层的一些脏污很温和的带出来，还把你的一些角质带出来。所以你等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你的手打光了，亮白了，好，就是因为你洗干净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在这两分钟里头呢，对，就这样结束了。然后帮你做很好的运动，而且帮你做很好的清洁。那、啊、你现在就去那个，我们先稍微喷一下就好，等一下再仔细清洁。